嘛你？弄他嘛，操恶心！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你。怎么样，宝贝儿，帅不帅？还好啦。什么还好？很帅，好不好？三米便当，谢谢。给你忙过来啊！你伫遮，你看我拢无法度做生理啊，你敢知？啊，你搁唔走？我人客走了了，你是无看到了？哦，我等下我来举扫帚，甲你讲哦，你紧走，你走。我真正我要跟你讲啊，我根本你伫遮，我老爸都做生意啦，你莫安尼个为难啦。哎呀，我想他只是肚子饿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不要这样为难他啦。不然我跟你买个便当嘛，好不好？我先跟你买个便当，好。来，这个饭盒先拿去吃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担心，好，啊，回去路上要小心一点哦，慢慢走。